是3月5日的34祭，今次我們這個在這個林村的許願樹廣場，很多謝林村他們肯租出這塊地給我們搞這個活動，很多衷心多謝他們。都困難的，因為很多事要做，很多事要安排，但是好在樣樣都很順利。今次出席的車比以往多很多，可能場地好了，變了很多很多人都願意出席，比以往搞的34祭都盛大很多。辛苦就不辛苦，最重要是他們肯出席就很好開心的。今年大家都很守秩序，個個因為這裡近住很多遊客的地方，個個都很守秩序，很好，今年個個都做得。這一部呢就99年的34 GTR-V Spec，整個 Fun End 都是日本 Auto Select Japan 的 Cabin 的 Fun End， 機器沿用 2.6 Turbo 用了8374 EFR 的 Turbo， 電腦都是我們代理的 Link， 整架都是我們 In-House 整的。這架是一架 GTT 來的，就不是 GTR， 這架即叫車價低一點的情況下，我就可以即激動一點玩多一些東西，包括就是我第一次玩 Air 就是呢架車，咁啊遙控幾個人嘅，因為有陣時即係拍完車，跟住行埋一邊，跟住一撳，咁幾得意啊！咁呢架係而家 Walker Benny 嘅32啦 ，keep 咗呢架車都10年噶啦，咁就一手一腳咁去將佢變咗咁樣嘅包圍啦。咁嚟講咧，我架車特別之處咧，就係套包圍啦，係2020年東京車展咧就係展出嘅。咁我預計可能下年啦，下年可能同一個時間同大家見面嘅時候，已經係可能好爆好窩噶啦。如果再改裝少少底擔啊、Lismo 嘅 kit 啊，已經係可以再推出少少，再爆好多。因為而家其實唔係好覺嘅。尾燈係咧，我見到有 group 友咧整個心心嚟嘅，好似拆曬所有嘢出嚟先，耳風窗吹去側邊啦，跟住再起咗個殼，佢再咁樣做嘅。其實我失敗過好多盞燈嘅，之後先至做得到嘅。架車其實一般都係改咗包圍啦，跟住用翻即係用翻自己即係香港盡量冇嘅嘢，我就盡量想放翻落架車度。咁啊，噴咗一隻幻漸幻變嘅黃色，咁啊日頭望落去就係橙色嘅。咁啊，夜晚又變咗橙黃色咁樣，佢呢個色係幾特別嘅。NFD 蓋，跟住啊 ，MFD 嘅蓋啊，哇，點啊！多謝各位嘅參加啦，辛苦唔緊要啊，最緊要你哋肯嚟得噶啦，多謝曬。